大家好，我是西卡，我来自台湾，现在我住在英国。我曾经在中国大陆工作了7年，所以我特别能感受到中国和台湾虽然讲的都是中文，但是在字体、发音和用词这三方面存在的差异。今天我想针对发音和用词这两方面来比较一下。首先是发音的部分，总体来说，我觉得大陆人讲话比较字正腔圆，比较有力，好像新闻主播在讲话。台湾人的音调比较轻柔，卷舌音不那么明显。卷舌音是什么呢？就是像知、吃、诗这种要把舌头卷起来的发音。例如这句话，在大陆你可能会听到，你吃的是猪肉吗？在台湾你应该会听到，你吃的是猪肉吗？还有台湾人也不太用儿化音，例如你在大陆会听到的一点儿、一会儿、哪儿，在台湾会变成一点、一会、哪。不过台湾人讲话喜欢在句尾加上语气词，例如不好意思哦，很好吃耶，我不想去啦，这种哦耶啦，台湾人讲话的时候喜欢拖很长。曾经听过我的大陆朋友说，台湾人讲话很温柔，像在撒娇，可能就是这个原因。当时我在大陆住久了，受到影响，回台湾时，家人朋友都说我讲话有大陆腔了，就是听起来像大陆人在讲话。但是我注意到一个好玩的现象是，有些台湾人即使不住在大陆，只要跟大陆人讲话就开始卷舌。另外还有一些词的读音也不一样，例如这个，台湾说微信，大陆说微信。这个字台湾读新奇，大陆读新七，这个字差别更大，台湾说垃圾，大陆说垃圾。再来聊聊用词的部分，就像英式英文和美式英文一样，我们对同一种东西会有不同的说法。例如你现在正在看我的影片，在大陆这叫视频。如果你今天旅行到台湾，你会去住饭店，在大陆饭店一般是吃饭的地方，住的地方在大陆叫酒店。要去饭店你可能需要叫计程车，但在大陆你会说打车、打的士或打的。这个我印象
特别深刻。刚到大陆时，我完全不懂这是什么意思，一直想打的打的。其他像食物的名称也有很多差异，例如这个在台湾叫番茄，在大陆我听到很多人说西红柿，这个在台湾叫马铃薯，在大陆叫土豆。土豆在台湾又是另外一种食物了，土豆在台湾是大陆的花生。我知道你一定在想，我已经学了西红柿，竟然还得再学番茄。学中文的你是不是也发觉到这些发音、用词的差异呢？它们会不会让你觉得困扰，或是因此发生了什么好玩的事情呢？欢迎留言分享，拜拜。你想看更多的视频吗？那你快去我的网站，叫 www.lazychinese.com， 在那里我做了更多的视频，从零基础一直到高级。在零基础的视频里，我会告诉你一个很简单很短的小故事，然后我也会告诉你汉字的故事，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个汉字的故事。在中低级的视频里，我做了各种各样的故事，可能是我吃东西的，可能是旅游的故事，可能是成语故事，可能是中国经典的故事，对，我做了各种各样的视频。好，然后呢，在中级的视频里，我做了很多我自己的故事。如果你喜欢个人的故事，可能你会喜欢我中级的视频。然后在中高级的视频，我做了很多社会话题相关的故事。对，我以后会做更多的视频。如果你要和我上课，你也可以在我的网站找到 book lessons， 欢迎你和我来上课。如果你不明白我的视频，在我的视频下面有免费的文本，对，你点一下，你就可以看到英文的意思还有拼音。好，所以希望你赶快去我的网站看一下，谢谢。